2.3。排气管的消音器哦，主车款是在中央的车底下，然后现在我们在前端有做开孔，以及后端也同时也开孔哦。现在利用这个阿玛的右匙口径阀门，我来做绕这个尾筒。路径，60，然后转出来变51的口径。另外，这个后方的消音筒，消音筒也切除。我改以直管来做取代。目前阀门为关闭的状态。好，阀门开。开启。指令音，大颗的，大颗的，这里，好嘞，好了，再见。